我叫张东，今年26岁，是一名北漂。断断续续的在北京漂了3年了。这期间我干过很多工作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白天干完兼职，晚上赶不上地铁，通常都是在网吧度过一宿。也曾感到过迷茫、无助，甚至是绝望。我住在东五环外一个地下室里，这是大多北漂的暂居之地，也是我人生奋斗的蜗居。快快快，直到那边去了，赶紧打！我去，你赶紧的，快点，快到这边来，我顶不住了，赶紧的，快！你赶紧过来，先躲开他们再说。哎呦我去！哎呦，完了！哎呦我去！哎呀！来，抽根烟。我看你最近天天在这上网，没工作啊？对，无业游民一个。来，我这不也刚辞职吗？我前段时间啊，在网上也找了几个工作，不过待遇各方面都不太理想。好吧，后面有什么好的工作，先通知一下。一定。对了，我先回去一趟，你慢慢玩吧啊。好。张东，哎呦，杨哥，什么事儿？你小子房租又到期了，知不知道？哎呦，杨哥，真不好意思。哎呦，这一天天忙的，都忙昏头了。忙什么忙啊？你除了上网还能忙什么呀？对，杨哥，你说的对。是不是每次叫房租都得我提醒你？真不好意思。这样吧，晚上我就去取钱，最多明天给你，你看行吗？你这一天天的瞎混什么呀？哎，我跟你说。这是北京，房子人多，房子可不愁租。你今天搬走，明天就有人搬进来，啊，最多后天啊，把房租给我交上来。哎，好的，走吧。喂，你到了是吧？对，我
我就在出站口在外面这一点点。啊，对对对。我也在出站口呢，你在哪呢？你在哪？我也在出站口。我在出站口正对面的。啊，你穿什么颜色衣服？拿着什么没有？我拿着行李箱，我穿白色衣服。啊，你在那别动，我过来找你。啊，行，那你自己也小心点。哦，我好像看到你了。在哪呢？哎，这儿。叔叔，你来了。旺财哥。中午是累吗？还好了。饿了吧？要不咱们去吃点东西吧。嗯。行，走吧。哟，旺哥，振东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家的一朋友，他叫曹文树。嗨，美女，你好。你好。长得真漂亮，有男朋友吗？目前还没有。啊，那我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呗。我这话还没说完，你就想挖墙角了是吧？看我不打你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欧了欧了。哎，对了，那姑娘还在家等着你呢。姑娘？什么姑娘啊？没有，别听他瞎说。这回我就先放过你，咱们走吧。我们到家了。啊，进来吧，房间有点乱，刚去接你了，还没来得及收拾，这马上就好。嗯，行。张总啊，什么事情给我打那么多电话？旺财哥，你可来了，我都急死了。我知道叔叔刚来北京，你的经济压力肯定也不小，本来真不该向你开口，可我真的没办法了。是不是又没钱交房租了？都借给你多少回了啊？你说说，这每天靠借钱过日子也不是办法。是，你说的对，我知道。我这每天闲在家里玩电脑不去找工作是我不对，可我后天再不交房租，房东就要把我赶出去了，我就要露宿街头了。唉，我这几天开销已经够大了，每天都是陪他逛商场买东西，信用卡都刷爆了，我现在真的没钱了。是张东吗？哎，你好你好，欢迎你来北京啊。嗯，谢谢。刚才差点没认出你来，你这本人长得比照片漂亮多了。有吗？谢谢。哎呦，行，来，咱走吧。好的好的。来，帮你拿行李来。哪位？啊，我张东。睡了吗？还没有。好，我方便进来吗？嗯，可以。你走。哎，好。你这房间收拾的还挺干净啊。女孩子嘛，收拾的比较干净一点。哎，对了，
你之前一直在跑步呢，现在还跑吗？早就不跑了呀。啊？为什么不跑了？来到北京压力比较大，又加上就我自己一个人，也就懒得跑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以后我陪你一起跑步怎么样？真的假的？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当然不会了。哎，我最近身体状况也不行了，看来还是得经常锻炼。对的，其实我一直都特别想坚持下去，但是自己一个人很难坚持下来。所以嘛，时间就是这么浪费的。那要不我们从明天早上就开始跑吧。啊，明天？怎么了？不可以吗？你怎么了呀？怎么唉声叹气的？我最近出现了点状况，一直也没工作，现在手头也比较紧，这不又该交房租了。你是没有钱交房租了吗？哎呀，你没钱跟我说呀，我现在身上有300块钱，够吗？不够，起码也得500啊。500？啊，我卡里面有钱，要不我明天给你取。那太麻烦你了。哎呦，不麻烦了。你说你刚来北京，我就来向你借钱。好了啦，我们都是朋友，干嘛这么客气呀？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你早点休息，然后明天我给你取钱。行，那好吧。嗯。那我先回去啊，那你早点休息啊。行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哎，晚安。晚安。再见。哎，红呢？张东，你来了，给你这个钱，500块钱，然后你点一下。谢谢你，红呢。没事的，那我先去上班了啊。回复你啊。杨哥，气色不错。怎么，大白天不出去干活，整天瞎画什么呢？这不该交房租了吗？哎，呀，这小子哪借的钱啊？哎呦，多亏了冯娜，不然啊，我还真得睡大街了。这个月是交了啊，下个月别让我提醒你。OK， 下次不会了。哎呦，我也起床啦！喂，旺哥，那曹文树拉着行李箱走了，你们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啊，他没跟我说呀。啊，行，我就在附近，马上回来。哎，好的好的，那你快。
别走。你有病吗你？哎，方才怎么是你啊？你在这干嘛呢？我认错人了。哦，你行了，那我还有事先走了啊。别喝了，这样对身体不好。我从小就很喜欢他，可是我从来没跟他提过，因为我没钱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是你女朋友啊？我现在心情很糟糕，只想大醉一场。行吧，今天我陪你不醉不归。干。啊，马上就到了。树总，你别走，树总，别走，树总，树总，你别走，树总，你别走，树总，树总，你别走，树总，树总，快睡觉。树总。树总。干嘛去啊你？房租都到期了，不知道交房租呀？怎么回事啊？过几天吧，我不多了。不多关我什么事儿啊？老给我拖房租，天天要房租跟要债似的，能不能靠点谱呀？那你说过几天吧？三天。三天，行，你说的呀，不许拖太久了。三天之后我来拿房租啊。来来来，喝点饮料。哟，才一岁呢，咱们山上演技绝了，看到第几集了？第四集了。哎呦，你还别说，这第二季拍的还真有点意思啊。嗯。我操！哎呦。呀，严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过来找旺财的。你找旺财呀？正好我有事跟你说。旺财都好几天没交房租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啊，是吗？他房租多少钱啊？我替他交了吧。房租倒不多，一共653。你对他这么好，你是他女朋友吧？不是。不是啊？哎呀，你不用骗我，我看得出来，你肯定特别喜欢他。那又能怎么办呢？他心里面装着别人呢。要是我是他，肯定选你。人这么好，又这么漂亮，改明我替你劝劝他啊。不用了，我这次过来是跟他辞行的，明天我就离开北京了。那你不来北京了呀？看情况吧，估计是不来了。那个，我今天刚取了2000块钱，要不然先给他交房租吧。那行，改明我跟他说一声啊。别跟他说了吧，我怕他知道了会生气。哎，真搞不懂你是怎么想的。行，那您先忙，我过去找旺财。嗯，行，好，改天见啊。嗯，拜拜啊。哎，旺财，旺财，过来吧。我那钱，明天就给你。我没说这事儿，你女朋友要走了，你不去送送她呀？不了。我要去送他的话，他会更伤心的。
哎呦喂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呀、啊？这么好的一姑娘，你都不知道珍惜，你知道吗？她把你房租全给你交了，啊、她不让我告诉你，你上哪找这么好的姑娘去啊？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，我跟你说，趁现在人家还没走，赶紧把人追回来吧。等什么呢？傻愣什么呀？赶紧去吧，要不然你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坐坐，给我倒杯水。给我倒杯水，快点。干什么你？你手机里面那个女人是谁？哪个女人？你手机里面那个。哎，你干嘛？说清楚。干什么？那女人是谁？我的是你要管。不能管是吗？你好日子过到头了是吗？是啊。是。我警告你，不要管我的事，不要管我的事。我就怎么了？你要造反？你要造反？对。对。你以为你算老几？你以为老子贪图你的美色？我告诉你，你不就是看上老子这点钱吗？拿去，拿去，拿去！别让老子看见你！拿去你的臭钱！哎，杨哥，最近怎么没有见你妹妹了？我妹去韩国去了。那前两天我给她交的房租，她跟你说了吧？没有。哦，那我这两天给她打电话跟她说一下。嗯，好。张东，张东。谁呀？我呀，冯娜。我们要去跑步吗？哎呦，昨晚睡得太晚了，今天没精神。明天我再陪你一起跑吧。那好吧，那你睡吧。王腾哥，你之前的兼职还在吧？你自己走吧。好吧，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活。这都是一些什么活啊？发一天传单才80，这也太低了吧！去了公交地铁，再不管饭，这拿到手才多少钱？哎，感情的事儿是强求不来的，你看开点吧。不过像素素这样离开也好，减轻了你不少生活负担。你看看你那几天花钱跟流水似的，每天逛商场买东西，几千几千的花，谁受得了啊？像这样的女人你养不住的。去宽容了彼此的心，哪怕是借口，直到最后的一秒，你才放开我的手，给了我离开的理由。没有力气挽救，直到最后的一秒，你才紧紧拥抱了我。就算松开了以后，他就是离开我了。对啊，就因为你没钱，他就离开你了。现在社会就是这样，你没钱给不了他想要的东西，他就不会留在你身边。就像我前两天，就因为晚交了两天房租，差点没被房东赶出去。多残酷的现实啊！我和素素是真心相爱，我是真心喜欢他的。真爱，真爱就不用吃饭吗？
你别忘了，这里是北京，不是我们家里。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是有追求、有理想、有抱负的。你别忘了，我们住的是地下室。说句难听的，和乞丐有什么区别？哎，你也看开点吧。昨晚看了一夜的电影，现在头还有点晕，我回去补觉。刘洋，哟，张东，什么事？旺财还没回来。好几天没看到他回来了。什么？好几天没看到他了？对啊。这干嘛去了？我去房东那边问问吧。哎，杨哥，最近有没有看到旺财啊？旺财啊。好几天没看到他了。你说不就一女人吗？那得整天睡睡晕的。对了，他的房租也快到期了啊！你见到他告诉一声，先把房租交上。什么？他房租也到期了？你说你们一个都不知道在搞什么飞机，以前还是个挺好的小伙，现在还不如你呢。这不感情上遇到点问题吗？估计缓两天就好了。对了，真不行，把他行李搬到我房间吧，估计他那房租是交不上。你们不是好朋友吗？有时间劝劝他，不要老玩游戏。哎，真不行，我去找找他吧。这一天天的醉醺醺的。
点挫折吗？不就是个女人吗？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啊？你还有没有一点尊严了？对，我现在就是一点尊严也不要了，我就喜欢这样折磨自己，你满意了吧？你在做乞丐来折磨你自己是吧？啊，你有手有脚的，在这里装疯卖傻的去行乞，你和那些职业行乞的有什么区别啊？一样对人看不起。看不起就看不起。你在用这种低级的方式来欺骗你，也是在欺骗你自己。将来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知道了，不会原谅你的。你够了啊！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？我做乞丐，起码比你强。你都这样了，还比我强？你哪一点比我强了？起码我是自食其力。而你呢？连房租都交不起，每天都靠借钱过日子。要不是大家肯借钱给你，你早就睡大街了。你每天除了借钱，玩游戏上网，你还会干什么？什么？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分钱都不会再借，我会努力证明自己，不会再让任何人瞧不起。如果你还选择继续当乞丐的话，就当我没有你这个朋友。年轻人，切忌心浮气躁，不妨过来喝杯茶。坐吧。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我也想好好工作，努力赚钱证明自己，可当下状态不尽人意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心浮气躁，名利心太重，都想一步登天，就像这杯水一样，你喝得太急反而会烫到自己，不如静下心来好好思考，领悟当下人生，方可有所作为。领悟当下人生，
我朋友现在每天宁可做乞丐来折磨自己，都不愿意面对现实的生活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如何才能帮助他呀？帮助他？你现在自己都没有觉悟，都处在困境当中，你如何帮助别人？那我如何才能觉悟呀？请道长指条明路吧。我看你一身正气，异于常人，今日你我相见也算有缘，我就送你几句。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其父。我只想知道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。知常曰明，不知常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莫深不殆。有劳道长开导，多谢。嗨，喂，你好。啊，请问是王先生吗？啊，对啊。啊，我在网上看你发的那个发传单的消息，请问一下，那个人到齐了吗？哦，还没有呢。啊。先发过传单吗？没有。哎，不过不会可以学嘛。双肩包哦，我有。啊，那好吧，把你鞋子放在我手机上，明天早上九点过来吧，先到了就行。哎，好的好的，谢谢你，王哥。啊，好的，明天见啊。哎，行，拜拜。刘洋，旺财还没回来。是啊，你不是去找他了吗？找到了吗？找是找到了。在哪呢？反正一言难尽。哎，对了，你吃过饭没有？还没呢。我刚刚做好饭，一块吃点吧。好，我锁好门，马上过去。快点啊！对。哟，你在呢？哎呦，太好了！你还没吃饭吧？还没有呢。
哎，刚好我炒了几个菜，一块吃了啊。因为你怎么炒菜了呀？平常不都是吃泡面的吗？泡面那种垃圾食品怎么能当饭吃呢？不知道以前是时候就把泡面当成饭吃的。好吧好吧，我错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呀？你来了就知道了。对了，赶紧过来啊。行行，那我等会儿就过去啊。嗯。哟，美女，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，请坐。哇，看着好丰盛啊，谢谢。来来来，吃。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啊？嗯，好好吃。对了，最近还跑步吗？你还说呢，上次你说过一起跑步的，你跑哪儿去了呀？哎，以前我光说不做，不过从今天开始啊，我要好好证明自己。嗯，东哥，我相信你。嗯，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哈，你看现在都学会自己炒菜了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嗯，哎，对了，明天早上6:30我去百花公园跑步，你们去吗？我明天还得上班，我就不去了。冯娜，你呢？啊，6:00啊，太早了吧，我都好久都没有起过这么早了。没关系，明天我去叫你嘛。你真的会去叫我吗？不骗我啊。放心吧，绝对不会骗你。好，就相信你最后一次。该跑步了。啊，好困啊！我换好衣服，马上就出来。赶紧先洗把脸，我们马上出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继续啊！我跑不动了，啊，不行了！这才跑了2圈，再坚持一回好不好？我一圈都跑不动了，咬咬牙，再坚持一下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来。哎，哥们儿，是过来发传单的吗？哎，你是王先生吗？啊，叫什么名字呀？哦，我叫张东。张东是吧？哎，来，这边拿寄来。哎，原来干过吗？之前发过两回。发过两回。咱这样哈，人都到的差不多了哈，咱就过来接一下盒饭来。哎，行，来来接一下盒饭来。你站到后边来。咱们今天发的是健身房的单子，有想到健身房来看看的吗？也可以带过来看一下。行，咱分一下组吧。来，你们2个人一组啊。刘芳，楠楠来，来跟我组吧，来。
健身房的单子，来了解了解。啊，你们的健身房在哪里？啊，就在那个前面那个小区里面。小区里面。你是里面的教练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就是一发传单的。你们这收费是多少一年？这因为健身房刚开业嘛，具体费用还没定。没有定。不过现在优惠力度很大。可以进去参观一下吗？那可以啊，当然可以了。来，健身房就在里面。哎，王哥，这位先生想来健身房看一下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先生，你好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们健身房就在上面，我带你上去看。好的，好的。给你该吃饭吃饭啊，下午继续发。哎，行，好的。哟，严哥，你小子每天早出晚归的干什么呀？这不要发传单去吗？发传单啊，多少钱一天啊？啊，80。80也太少了吧？这不得生活吗？哎，我先走了，杨哥。好。中午就吃馒头啊？嗯。哎，对了，我包里还有好几个馒头呢，你要不要吃一个？你带的多吗？我怕你不够吃啊。哎，放心吧，带了好几个呢，来。谢谢。来，我包里还有纸，来，包里。谢谢，谢谢。你每次出来发传单都这么吃馒头吗？嗯。周边这些饭馆吃饭都太贵了，发一天传单才80，自己再不省着点，哪还能存到钱啊？是啊，今天中午多亏你这个馒头了，不然我都不打算吃中午饭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来北京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自己的理想啊，我是学舞蹈的。现在想在北京继续进修，但也不能一直老花家里钱吧，所以想出来自己赚点生活费。嗯，其实我和你一样，也有自己的追求。我相信啊，只要肯坚持努力，一定会有所收获的。嗯，对的，加油加油。这雨越下越大。真是哦。走吧走吧，咱们找个地方先避雨。那边那边。
叔叔你别走，来，叔叔你别走，醒醒了，叔叔你别走，来。他是中年。叔叔，我有好多话想跟他说，可我不管怎么说，他就是听不见。那只是梦，你该醒醒了。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，就算叔叔将来有一天见到你，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要拿出最好的状态来证明自己，当初他的选择是错误的，而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知道我没有钱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颗爱他的心。现在他离开我了，我拿什么动力来面对生活？以前我也是没有什么动力来生活，每天不是上网就是睡觉。可是不管我怎么逃避，还是逃避不了现实。不管生活有多苦多累，我们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。还记得当初我们为什么来北京吗？我们是带着自己的追求来的北京，来到北京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，一个积极向上充满着正能量的城市。在这里我们不光是为了自己而努力，更是为了以后的将来而奋斗，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自己。你说的对，我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。我再这样下去只会更让人瞧不起，我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，努力奋斗，为了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还有我自己。这样才对吗？饿坏了吧，来我们先吃饭吧。慢慢吃，别噎着了。你都不知道我这天饿成什么样了，好几年没有吃一顿饭，你要再不来恐怕我都得饿死。我也饿过肚子，也知道肉树街头的滋味。你最近在做什么呀？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干兼职，先维持一下生活嘛。这不刚找了一个传媒的工作，先干着。你终于找到工作了？我已经向老板推荐你了，明天我就带你去面试。真的？嗯。哎呦，那太好了。对了，等会吃完之后你先回去洗个澡。你这多久没洗澡了？身上一股味道难闻死了。哎，我说这苦逼成什么样了，就为了这点感情差点把自己。这说明你对感情比较执着，比较认真，是一个好男人。我认不着你了，就别夸我了。好吧好吧，你先慢慢吃啊。哎，老板，买一下单。好的。好了，你今天用餐30块钱。哎，好，总共70找你。上了。三总，哎呦，我疼啊！你可算来了，我都急死了。你给我发这地址太难找了，再说我对这一片不熟悉，都找了半天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去接你吧。哎，还好不算太晚。来，牛总在里面等着，咱们快点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这好像有点乱，你让我整理一下啊。哎，可以。你今天精神多了。你说我这要学历没学历？要技能没技能的，我这能行吗？
该说的我都和牛总说了，你要相信自己。行，来，快点吧，来。快，旺财。牛总，旺财来了。你们先坐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来，坐吧，坐吧。刘总，你好，我是旺财。哦，旺财啊，我听小东以前提起过你，你做过很多工作。我今天呢，跟你讲一下咱们未来的工作内容。我希望你能从端茶倒水、清洁卫生开始做起。如果熟悉了各个环境和业务之后，我再给你转正，你有没有问题？当然没有问题了。我以前就干过服务员，这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些小事。好，我也相信你能做得非常好。总之你记住，只要你努力工作，我就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我一定好好努力。我也非常感谢刘总能够给我这次机会，让我可以好好的工作和学习。好，谢谢刘总。坐坐坐坐。我知道你和小东都是非常勤奋努力的人。其实我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我也跟你们一样，我也住过地下，住过网吧，住过地下通道，我也有一段非常艰难的人生岁月，但是我没有轻言放弃自己，我坚信我能获得成功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轻言放弃自己。放心吧，牛总，我和旺财一定不会轻易放弃，也不会辜负牛总你给我们的这次机会。嗯，好好努力，我相信你们都能做得非常成功。你今天先带旺财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今天就可以上班。好，刘总，那我先带旺财熟悉一下环境。好，欢迎加入，好好努力。谢谢刘总。刘总你好。哎，来旺财，先把这些文件整理一下。好的。会议室准备好了吗？全都准备好了。先把文件整理好，等会儿每人一份发给他们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行，你去忙吧。好。哎，小东。哎，牛总。啊，你一会儿通知各个部门，10分钟之后到我办公室开会。好的，牛总。啊，对了，咱们下周有一个新人的培训计划，你和旺财好好准备一下。好的，谢谢牛总。这次机会很重要，所以说你不要让我失望。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的，你去忙吧。我们正在努力的工作，积极的面对生活，我们要活出自己最好的状态，因为我们在北漂，我们放弃了爱情，远离了亲情，我们在一个大城市里打拼，我们在为未来努力奋斗，我们始终坚信自己的目标，坚信自我的个人价值。不管前面有多少崎岖坎坷，不管将来能不能成功，我们都会脚踏实地的做好人生最好的。北京，我来了。Thank you.